这个就是咱家那个夹馅大小一罐，然后把它倒出来。这个馅儿吧，就是说成桶装嘛，它不可能都是说的还那么那啥，回家你们自个儿拿出来往里夹夹，馅儿可多了，往里倒了。不会吃的，我一吃虾我就紧张，我就吃不好了，怕你们说我。好吃了。